出处长大的尿。你坐门楼，我坐灯，我就是坐蛇板凳熬干油，不查你个底儿掉，我不姓肖，我就不信没有30年不露的大宝，就为了300块钱啊，就为了这么一顿饭，你就把你爸一辈子的脸都丢尽了。换代啊，哎，这要搁过去，嘿、哎，皇上登基的日子，嗯，哎，怎么样，王先生，您点这个日子口修门脸儿啊，王先生，哎，是不是换个样？我呀，哎，照旧。好嘞。我可瞧见了，蒋军的马队把西河院街筒全都给插满了。哎哎哎，车子里，你他妈的什么时候溜达过来了？啊，我就戒严了，知道不知道？重新给我搞乱啊！王老师，现在是新中国的警察，对老百姓说话办事态度要合适。是啊，国民党警察做法，你得改改啊！哎哎，李先生，您请出啊！22，哎，你让我往前点。我说哥几个。我今儿早的从门洞里出廊房这些东西一瞧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解放军的坦克车过五牌了，奔南到珠市口，一眼都搂不到头。那车轮子都跟小碾盘似的，把前门大街石板路面全都给碾酥了。28，28。哎，你说这多玄乎！差点把您下一瓶拉成双眼皮。师傅，师傅。怎么着？28响，师傅，整整28响。哎，班长，什么28响？礼炮啊，整整28响。哎呦，您听听，啊，哎哎，啊，自打那年，啊，那国民党那官儿，领着他那一连人到我这儿来推头，临完，哎，蹦子儿没给走了，我就说了。给他们国民党啊，早晚玩完，怎么样？说着了没有？哎，这边你啊，哎呀，这共产党登基得天下呀，这是顺天意得民心的事儿。要不我们头顶的炮怎么响了？哎，往前推，那朱元璋、李自成进城的时候。行了，师傅，就您说那几尊破炮，什么年头东西了、早就不灵了。您现在是解放军的大炮，包大叔。哎，管长说的没错，是解放军的大炮。听听，我瞧得真真了，就在前门楼的东头城墙根底下，一大拉溜呢。哼，哎呦，扯臊，真炮，
真碰着一小，这还不伤人啊？帮大忙去。哎呦，哎好，二叔得了，您谢谢，谢谢了啊。二叔，哎，这严格的说呀，啊，那叫山炮。山炮，对，这种炮它是炮身短，射程也短，哦，弹头早就给拔了，哦，所以是光听响，它不伤人。这没瞧出来呀，您一老师，哎呦，给您这打仗这玩意儿，您不，这包师傅，我跟您说，啊，这炮它，哎，啊，二队姐，刚才说话那细高挑谁呀？啊，那位啊，是西音小学教书的先生，叫冯静波。嗯，冯先生，哎，冯先生，啊。您知这国庆典礼这礼炮，嗯，它为什么非放28响呢？你知道？嘿，冯先生，对呀，那怎么它要28？它这响啊，这个。哎哎，冯先生，哎哎，我跟您说，嗯，它这就说明啊，嗯，咱们中国共产党，啊，打1921年诞生到1949年建国，总共走过了28个艰苦奋斗的年头。呵，团长。你还懂得真不老少呢。嘿，师娘，分怎么说了，我现在已经参加了北平店员工会了。趁热喝吧。我们老家那块儿啊，凡是坐月子的都喝这玩意儿补身子。这是啥小米子呀？啊，这是正月津贴，30斤口小米儿，我用5斤呢给你换点鸡蛋。这个月没法服气小米儿啊。嗨，啥不一样吃，这口的小米可比福记小米好吃，熬着不稠乎啊，不乱汤。呵呵呵，瞧你口高的，嗯，刚进城几天就添毛病。在石家庄那会儿，一天3顿米子面，你别照样吃的喷香。哎，你还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？我看看。嗯，这什么呀？大枣红糖鸡子儿。啊，这红糖啊。嗯。哎，你怎么没给我带束花来啊？花？嗯，坐月子还用花啊？摆着好看啊。你可真土包子你。呵呵呵，哎呀，真是接收石家庄那会儿，你们这些学校的女学生还不都上赶着找我们这些土包子，要不咱俩怎么能结上婚？可你现在是进城干部了。这共产党进城干部可不是国民党接收大员。那这孩子才几天，你给弄哪儿去了？哎，红糖，大弟啊，快来，这孩子真那么可爱。哎，红糖，哎，你别摔着我儿子了。大弟来了，你呼，大弟，你看大家伙就等你了。啊，来，大家伙吃花生。来，吃花生，吃花生。行行行，还是我抱的。来，吃。哎，小大弟，哎。你老婆生孩子是真会挑时候哎，当挑这建国大典头几天呢，嘿，我跟着毛主席是打了6年仗，走遍了小半拉中国，到了我也没看到毛主席一眼。哎，当我们妇女队伍通过天安门楼子底下的时候，嗯，我用双手把他进过头顶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比我离毛主席还近几尺呢。哎，对对，我怎么听到毛主席在广播里边说话了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整你了！敢求毛主席跟我们是湖南老乡啊！哎，对了，苏大姐，啊，我把孩子接给你去参加游行，我可没敢告诉雅琴。哎，怎么了，大力啊？他的炮，你是得了便宜卖了乖啊！这孩子是出生最早见到毛主席的人，这是孩子的幸福。哟，雅琴知道了也不会说啥的。没事儿，哎，我说大力，哎，可以的，耶，准备给你的宝贝嘎子起个啥名？是，起个啥名啊？就是，想一想。哎，这样吧，嗯，既然说这孩子幸福吧，那就叫小福子，幸福的福，小福子。封建味儿太浓。嗯，对了，太浓。那叫啥名？是，哎。依我看呢，咱们今天的天下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，干脆就叫枪杆子，大号消枪杆儿，怎么样？火药味儿太浓。这那你说起个什么名吧？哎呦，也这孩子
起啥名好呢？5182，你今后的代号就是5182。台湾方面会通过广播、固定乐曲和你呼叫联络。哎，国军这次历史性的大撤退，的确是令人心肝欲裂。但是，共产主义不如资本主义，资本主义不如三民主义，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三民主义仍是今日中国之必须啊！本党一切同志仍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努力奋斗。可以说是这是讲人，是是是是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毛主席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里曾经这样说过：“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，它有如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婴儿，有如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。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了，举起你的双手吧，新中国是我们的。”你们看，毛主席在40年的预言今天终于实现了。我看这孩子就起名叫新桅，新中国航船的桅杆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这就是新桅，新桅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有名了，嗨，这共产党初坐天下，一切全都是一本糊涂账。你今后直接归国防部二厅领导，你的任务就是随时向台湾来人提供帮助，搜集一切有价值的情报。你要断绝一切关系的来往，忍辱负重，孤军作战。你今后要像贼一样的生活，有时候可能比贼还要贫困呢。我要一部大功率电台。大力啊，雅琴出院后你俩也得另处房子安个窝了。我说，嫂子来了。他不来，家里没头盖。妈，大力啊，啊！市局敌情通告说，内柳局破获一起国防部二厅随行队组织的一支华北暗杀团，捕了70多人，起了40多支枪。啊、哦！这帮家伙是直冲咱们高级领导来的。这帮家伙是虎死不落泪，虎饿狼饿还没猴饿呢。现在全国大片的土地都解放了，这帮家伙是越来越无处藏身，纷纷又潜回到了北京。要不说现在北京是武多呢，特务多，抢匪多，散兵游勇多，还有这个小偷多，银元贩子多。哎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咱们上次要抓那个大特务四爷吗？啊，逃回河北老家了。叫拖改队发现屁股上打了一枪又跑了，市局要求我们重点的追捕这个家伙。这家伙呀还是个地痞恶霸，我们土塘刀有个蹬三轮的检举过他几次，他的一个妹子就是叫这四阎王给祸害死的。哎，对了，局长，今儿白天啊我看见一个人，他居然知道礼炮是山炮放的，好像对武器很在行。什么人？啊，一个教书匠。注意点，阿丽啊，咱们可不能喝了药汤子等病了人。对，不能喝了药等病。都不接客，
子，又咋了这是？李哥，是不是金小鹏他又欺负你了？这老丫我早就说过，这就不是好人待的地方。没了，反正现在也解放了，你不如赶紧到段上去登个记，好让他们帮着你找找你在北京做事的哥哥，让他弄点钱，把你赎出去，找个好名声，要不然。这大清早就绷不住劲儿找梅子来了，梅子还是个厨呢。哎，来来来，让大姐我再疼疼你。去去去。哎，给总好好给我端碗糊涂，买俩油饼，顺手再摊上，再不捡俩桃回来。哎，要脆的。梅子，以后少理那李三儿啊，瞧得德行。哎呦，哦，先生，对不起啊。北京胡同带牛毛，这是再论的。哎，从这儿穿过去啊，就是这个杨梅竹斜街。哎，街口直对着李铁拐斜街，往左一拐呢是冰窖斜街，往右一拐啊就是王寡妇斜街。王寡妇斜街，哎，确实不好听。哎，不好听的多着呢。出这个铺陈胡同啊，进拐棒巷，走小脚脖子胡同，穿八道弯，碰鼻子撞墙。哎。往北一拐呀、是上趟道，往南一拐呢是下趟道，往东一拐就到咱们这儿了，土趟道胡同了。您的，我说安子，哎，咱还真得下番功夫啊，好好熟悉熟悉北京地名。是。哎，安子，哎，有人报警。撞坏蛋！撞坏蛋！撞坏蛋了！快走！撞坏蛋呢？李月梅，冯老师，哎，喂，你动他干什么？小便流，没事，他把这给弄响了。得了得了，我们小剃头棚也没什么好抢的，别哭了。我一想，我还以为你吃黑钱呢。下半天，下半天，哎，剃头的打三方。居民们，看来呀，这防匪防盗铃还是起作用的。看节的时候啊，顶事儿，是不是？希望还没有装上的赶紧装上，是不是？一来保护自己个儿，二来呢不给特务强匪钻空子。团长，哎，通知几个接长啊，待会儿到段上开个会啊，研究一下成立治安保卫小组的事儿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大家散了啊。那个现在夜校办扫盲识字班呢，你去学习去吧。那感情好，剃头棚的换章也跟我说过、啊、可我就怕我妈不让我去。你嗯哦，是我们李家，他敢，现在都变天了，哎，就是天亮了，解放了，他没有这个权利啊，是吧？哎，那冯先生，嗯、我再拽着拉洋车的李哥去行吗？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冯先生，你认识我哥哥？你哥？啊，你哥是？哦，就是刚才过去戴白眼镜的那个。我压根就没看见戴白眼镜。哦，你看花眼了，看花眼了。
了吧？让我们姐们再陪你睡个回笼觉。哎，来，赛姐啊，好好的伺候这位爷啊。修理高公，我说，这四阎王啊，别说是在土汤刀胡同，就拿咱们全北平不是，全北京里九外七来说，那也是个放屁砸坑的主。修理高公，有人吗？里头，来，走，这四阎王是什么时候逃跑的？傅泽义叛变的头半年。什么叛变？那是投降。对，起义。反正就是八路军进城的小半年前，带着他的小老婆跑了。嘿，撇下他那个小脚的大老婆子，日子过得挺紧吧。就托我呢，给拉欠找主啊，把这半拉房子拎出去啊，换钱过日子。嘿，这院子还有小楼。这边。坐地根就是中不中，西不西，原来这儿就是。怎么这东屋没人住啊？东屋啊，那是吊死过个使唤丫头，就是南头车子里他大妹子。那年呢，他就在四爷，四阎王家干活。后来听街坊说呢，经常听着院里啊，夜里有人哼哼小曲儿，吓得没人敢住了。你瞅这吧，驮上那半截上吊绳子还在那挂着呢。这四爷们的大老婆子现在哪去了啊？跟他们家原先的帮厨的走了。哎，王老尖啊，这楼上住的什么人啊？就是那个我住这儿。哎，这就是房主新学校啊教书的冯先生。冯静波，二马冯的冯。焕章，焕章。哎，梅子。焕章，你来。你说今天怪不？我一大清早看见我哥从十五号院出来了。你哥？啊？你叫他了吗？你？一晃又没影了。见了鬼了吧你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别回头是车子里他妹子变的，迷惑你来了。我跟你说吧，我也是瞅着像。那你哥长什么模样啊？记不清了，他十六岁就当兵走了。哎，当的什么兵啊？不知道。哦，那天抓他来的时候，我娘吓得把我塞进炕洞子里去了。啊，抓的兵啊？那肯定国民党兵啊。那个不是，后来捎信说还在打日本呢。胡说，国民党兵除了切过我师傅一脖楼之外就没打过日本人。那他也不是国民党兵啊。方老师在学校教什么功课呀？我在一家私立学校带地理课。您是什么地方人？口外，张公县冯家台人。你认识这房子的本家啊？您说的是这儿的上房太太？是他爷们儿，四爷吧？啊，见过。什么时候？好像是大军进城前的两个月回来过一次。他回来以后都做了些什么？这四方之事不便多问。我只听见他噼里啪啦打了一通上房太太的耳光，然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
程先生，市公安局已明令所有的特务人员应立即投案自首，进行登记，交出武器和组织证件，凡真诚悔改者，政府将给予宽大处理，要是能够戴罪立功，协助人民政府破获重要案件者，政府将给予奖励。四阎王是罪大恶极的特务恶霸，你要是发现了什么情况，希望你能及时报告，协助政府抓住这个坏蛋。明白明白。除恶务尽，利国利民，读书人这点道理还是懂的。哎，你啊，你的地图过时了，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等我们把红旗插遍每一寸土地的时候，你再按新的地图给学生们讲吧。哎，试试。嗯，好，我们走。哎，来，冯先生，啊，请您抓紧时间把冯导门钮找好。是。哎，我说王六金，啊，这冯定波一个穷教书匠，怎么买得起这房？哎，这您就不知道了，不是？这个四阎王的大老婆子呀，嗯，穷哈哈的呀，急着用钱。兵荒马乱的呢，开口就价低，也就和百事袋子洋面钱嘛。就这么说吧，你像那个陕西巷啊，石头胡同、杨梅竹斜街，这都是啊北京那个窑子成堆的地方。哎，人员杂，情况也比较复杂，反正是啊三教九流啊聚会之处。哎，老娘我这儿没你好哪儿吃。我说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这是？哎呦喂，政府同志啊！哎呦，您快管管这小子吧！您说他一进门就跟我们姑娘们动手动脚的，我刚念了他几句吧，您说他把这一桶粪汤子都给我们招这儿了，您说？哎，大老点儿，哎，跟你说话呢，你也是劳动人民一份子啊，你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呢？哼，这小子，这事没少干，过去连警察格子。他还给周过一腔大粪呢。嗯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把这儿扫干净了，完事儿到派出所听候处理。哎呦，是了，政务同志，我给您赔，不是。哎，嗯，政务同志，嗯，这边坐，这边请坐。啊，你瞅你这一大早晨呢，这累坏了吧？坐着，先歇会儿啊。三宝啊，哎，正茶嘞，哎，哎。这领家叫什么名？金尿盆子。哎，叫我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金赵氏。啊，这公安局规定，妓院要对所有的客人登记清姓名、职业，每天晚上要到派出所去备核。哦哦。昨天怎么没见你们云翔阁送登记簿？嗨，这几天哪有客人呐？三天没见个人毛了啊！你们快来看看呐，在下可怎么了？哎，看看去。是是。怎么了？哎，现实报怎么还这么害人呢？哎，人呢？人呢？哎，别哭别哭了，走，我到屋里说去。走吧。快点啊，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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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杨氏口、蔡氏口、小两口，那么闹市口。嘿嘿嘿，那是教场口啊。铁树斜街、铁拐李斜街、王六金斜街。王六金，我们家斜街呀、啊，那叫王寡妇斜街，看见了吗？江南我就给他改了，这名不好听。行，去改吧。锣鼓巷、果子巷、东郊民巷那个德兴巷，哎，别提那叫德兴巷啊，什么德兴巷？门框胡同、窗棂胡同、房头胡同、伞轿胡同，嘿，挨着三家胡同啊，小胡同就住三家。罐儿胡同、盘儿胡同、碗儿胡同、勺儿胡同、吊底胡同，哎，倒底胡同、死胡同，知道吗？草场一条，草场二条，草场三条，草场四条，平泽门拿大钟，出门就是朝天宫。你练吧啊，这两三年回来。王老天，啊，谁啊？王天，哎，你怎么丢三落四的？你看这东西能随便乱扔吗？哎呀，喂，你说我这记性，我下午留人，下午留人。瞧你这，何所长啊，那个什么，这月的烟叶子发下来了，你没在家呢，我替你领了，你走。太好了，我这正断对了，你看，哎，二哥，还双份啊？是啊，你这还烟纸？那什么？嗯，我跟那个发烟的股长说呀，我也抽，就多领了一份，全归你啊！你看，王老金同志，这样不好，你不抽烟呢，就不应该领。哎呦，我阻止你们学习多少次了？对，松烟烟袋秋边，那套旧警察做不了。不影响我们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，回头你给送回一份。对，越小地方我也会越较真，越较真。哎，你瞧这个烟叶，这色儿有劲儿吧？肖、哦、同志，哎哎哎，肖同志，这里打鼓的给您带来了。老小子，嘿，英着名满处收破烂，结果暗地里这干嘛呢吗？挨门挨户的兑换银元呢。我一看他从十五号院出来，我给您揉了。十五号院啊。你去十五号院干什么去了？收破烂。你再说，你那兑换银元呢？你当我没看见？我今天小子脖子不好，我就听不进你了。我满大街贴着禁止使用流通白银的布告，你没看见？我不识字。不识字你还不知道吗？经管会贴的布告就是法令，你倒卖银元就是违法，知不知道啊？哎，这是哪来的？这杂七杂八的是十五号院一起收上来的。小心点，累累累！娘家打鼓的是李健，李健带着红干棒，你娘快着大老天。叫你妈去！我妈，开窑子了。真有大爷！快走，别哭了。你怎么那么劲儿啊？你怎么刚动手打他们呀？嘿，干嘛呢？过来。嘿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谁再打你，你得还手。别这么杵窝子，听见没有？哎呦，站着！你看到这泥？哎，来，你哥怎么还不回来呀、啊？先生，您这是接哪儿来呀、啊？打扫了半天屋子，去卫生室洗了个澡。今儿个我可碰见新鲜事儿来。怎么了？我从卡特门拉解放军去西四排了。可刚到米市大街，就让人给我截住了。你是不是拉了一特务呢？哪儿啊？正经是一解放军的官。那个站岗的说了，解放军不许坐三轮车，说这叫剥削腐化。哎，聊聊您猜怎么着？让他拉了我一道。黄老师，您这是见得多。您说，这坐车的要算剥削腐化，可以后我们吃谁去？得嘞，哎，干嘛？这可算是白戏了。
来，哎呀，你瞧，您这是干嘛？寒着我了。就这几步道，接了接风，你还给什么钱呢？那上屋里坐会儿。不了啊，我呀、啊、懒得进这门楼子。怎么了？哎，黄老师，嗯、啊，您呢给我留点神，四阎王要是回来了，啊、您告诉我一声。你找他干嘛？我跟这老丫有仇。你们治保小组很有成绩，往后凡是去四阎王家的人都注意点。哎，哎，对了，凡是进出十五号院的都注意啊。那四阎王不就住十五号院吗？他是啊，就是。哎，哎，下了这小雨还挺冷啊。哎，所长，嗯，你琢磨他干什么呀？这书我见过，是冯景波家的。是啊，刚才那个手破烂的不是说了吗？是从他家收上来的。小安子，哎，我觉得冯景波这个人很可疑。你看那天咱们从他们家出来，我是特意考察了他一下，他回答的时候啊，脚底下啪一个立正。你这样立正一下又怎么了？立正一下，说明他是军人。军人？他要是军人，绝对不是咱们的兵。嗨，劳这神干什么？我去把他抓来，神神不就解了？哎，别胡闹啊！什么证据没有，哪能随便抓人呢？哎，组长，我看呐，还是神神保险。上次那三局分局。啊，抓了一个嫖客一审，嘿，审出一部电台来。我就是想审出一部电台来，所以不能打草惊蛇。啊，裤兜子里的屎啊兜不住，屁股臭了隔不掉。我说，嗯，哎，王亮金呢？王亮金。对了。冯老师要办夜校了，还说也让你去念书呢。得了吧，我呀趁着解放赶紧多抓上俩子儿，以后啊好让我们小辫留上学去。是不是小辫留？趴这儿车上了。来，梅子。大梅子在这儿吗？哎，哎，对了，我就知道你跟这样的梅子。哎，对了，梅子，就头两天我记得你跟我说，就那个你看你一人从十五号院出来、啊，说特像你哥是吗？你跟我上派出所查去，也许啊，不不不，我只是那么一寻嘛，连眉眼都没瞅清楚。哎呀，走吧，哎呀，走吧，不行，大梅子，你不知道，他万一要不是你哥的话，他要是找四阎王的呢，对不对？不，梅子，李哥，梅子，走，哥拿车拉你去。哎，李哥，走吧，换家。哎，那谁。我们上派出所去，我们也去派出所。哎，胡闹！谁让你把他叫来的？不是，刚才我听您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里头直犯嘀咕。因为他搬进来的时候啊，是我拉的线，我也怕担责任。我说把他叫来呢，您问问。我问什么？我那是不是错误？得，反正人已经来了，你要不好问。我去，在石家庄那起投毒案就是我给问出来的。行，算了，还是我去吧。啊，哎，不了，哎，你们那事抓紧点啊。行，王先生，哎，哎，坐，好。王先生，这次叫您来啊，还是想打听一下四阎王的情况。谢谢。没有发现有人来过。他大老婆也没来过吗？没有。
你买这房子花了多少钱啊？家父在农村有几顷薄地，经常汇些钱来自我买的房。哎呀，无外乎就是想催我早点成家。你成家了？没有。梅子，你就没想过成家的事儿？哎，梅子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我说，老在金尿盆子这干也不是回事儿啊，你说呢？啊。得，麻烦您跑一趟啊。四眼坊有什么动静啊？您还得多汇报。哎，不过您放心，这种人啊，跑是跑不了的。不客气，肖同志。我也不认识外文，我只是教教弟弟。三山五岳、名山大川的，我还能说出点门道来。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没什么用，我就当废物给卖了。所长，审的怎么样？我就不信他能滋出两缸的尿去。小安子，把师傅豪院给我盯严实，我一定查出他到底是什么人。从头